可能追不到，可能追得到。能具体说一下原因吗？看人吧，看女生。我觉得这主要在女生。我觉得是容易的，但是还是要看那个女生是个什么样的女生。可能如果她超过一个度的话，女生肯定是不乐意的。如果她想追一个女生的话，这个脸皮厚指的应该是主动对一个女生。然后如果这个女生感到不太喜欢她这种想要躲开的话，那就是她要适可而止的这个度，感觉应该是应该可以吧。女孩子比较喜欢真诚的男生，我觉得我觉得吧，首先如果你就已经为一个女孩子做出一些事情她还没有答应的话，然后你还继续那种比较厚脸皮的去的话，其实是会给对方造成一些影响的。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。对啊，现在嘛，因为我男朋友就是那样，就是脸皮厚一点吧，就希望不要被他看见，然后就一直坚持去追，就可能会追到呀。如果就是追一下就放弃的话，就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龙嘛，因为你追的久，然后女生就会觉得你对她是真的，然后就更容易追到，就是这样。看情况吧，如果女生喜欢的话就不用追也会答应，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再怎么追都不可以吧。我觉得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就会显得一个男生只是用自己在感动自己吧。